你错去，你没有犹豫，开口就对我答应，容易的让我有点惊喜，来不及反应，你必须一见钟情，就约了明天看电影。嘿嘿嘿 ，Yes。人潮很拥挤，我们去到街里，下了车后请双手扶起，站在你的后面，真想打个哈欠，一片风景。好清晰，那还没关系，等一眼就会过去，只怪我还看恐怖电影，你叫的有够大声，还靠在我的肩上，留下了一条黄鼻涕。感觉互相都有点兴趣，怕错过时机，而且又有